日职杨代刚敲令和首发看板谈，百万奖金全给老婆。效力于巨人军的旅日好手杨代刚，今天在第五局即出超，前比分的三分弹帮助球队获胜，同时这发全垒打更直击球场看板，成为令和首发看板弹，杨代刚也将得到场商赞助的100万日元奖金。赛后他表示，会把这笔钱给自己的老婆。杨代刚在第五局的超前比分三分弹，直接击中赞助商杰米奥的看板，同时获得100万日元的奖金。这不是杨代刚首次击出看板弹，他在2013年六月六日时也击出一发看板弹，当时同样也是一发超前比分全垒打。